早饭来吃一个大锅炖鸡。昨天先到无锡东站，然后在那边住一晚上。然后这边等会儿，因为这边离那边公园很近，然后就等会儿直接打个车过去。超热啊！我们现在在那个凤凰山立方谷这边，刚刚到，从无锡东站这边过了大概十几分钟，23块钱。当初我是一个被你变忧郁的小丑 ，Oh yeah， 每一天都有情话想不想听 ？Just tell me， 求求你给个回应，让我开心。I'm ready。可以玩了吗？可以的呀。不过是要收费的哦。啊，这个是要收费的。对对对。这是30块钱，我就不玩了。Just call me, yeah. 你不用漂亮，虽然已经很漂亮，我随时准备好迎接这场较量。你不用聪明，虽然已经很聪明，在不一样的。它这边另外有一个大棚子，里面都是那种拉手工艺品，还有小，这边可以稍微。躲一下太阳，这边后面有一个 3D 的行业，这边就它就有那种扎染的，卖扎染的那种。对呀，这边的摊子好，这边的摊子好适合卖冰淇淋和饮料，生意好好的。你不用假装，其实你不用假装，在伊甸园里你演夏娃，我演亚当。你不用顾虑，其实你不用顾虑，让月亮代表我陪你在月光下面沐浴。You are my motivation。今天是第一天嘛，然后就没有那么多人，有的东西它还没进来，然后估计我这个视频发出来的时候，它基本上已经全部弄好了。那我刚刚吃的那个小小的那个花朵一样的冰淇淋，然后它那个是18块一个，然后它是台湾过进口过来。它这边是买那个茶和果汁啊什么的。这是一个美食广场。哎，一开始进来的时候就是一个美食广场。但是不好意思，可能现在还有点东西有点少，都是台湾那种，小吃那种。大肠包小肠，台湾夜市超人气，青蛙下蛋，臭山先生炸鸡，后面有个狗屎冰淇淋，爸爸。是上帝送给我最好的 present， baby girl you know my situation， no matter what happen but you always be my best friend。 你是钢琴上的36个黑键，你的出现填补旋律上的缺陷，你是张被我无限循环的老唱片，罐头又保质期。这个我不讲别的了啊，我只讲一场晋级赛的时候能给我们带什么样的节目。你准备了什么节目吗？现在结束了，应该差不多。结婚的消息被发成新闻，可能我会有一个很爱我的老婆，可能我已经有了自己的小孩，不会变的是，我还是那个可以在人群中一眼就把你的笑容找到的老婆。走这边，可以陪你躺到小岛上一起走。后面有那个就是小的那种泳池，是水上乐园。然后今天我觉得好多小孩应该都没有带游泳衣、游泳裤什么的，然后他这边就是沙子，一个沙滩。I'm missing you, my honey. Don't you? 我是一个被你变忧郁的小丑。Oh yeah. 现在无锡东这边吃一个家中牛肉面，听见了家中牛肉面。我们现在回去啦。